顾里，听我说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误会，顾源。哦不，应该叫你顾总监。你跟我讲话可以不要这么客气吗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你省省吧，你知道不知道重要吗？有区别吗？今天在里头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开除的人是我，丢脸的是我，什么样子？居高临下的感觉享受过了吗？我可以走了吧？你先别走，你别接走，把话说清楚。说得够清楚了，很久以前你就说清楚了，你和你妈是一条脐带上拴着的母子，我顾里在你心里算什么？那我算什么？今天晚上我本来向你求婚的，但在你眼里只有你的公司、你的职位、你的地位，还有你的弟弟、你的职位、你的遗产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顾先生不是我，顾先生不是我，亲兄、亲前、姐妹、家人、家庭，他妈的这个台子，顾源，你还嫌不够乱是吧？你不知道你无辜，但捅刀子的人是你妈，还要顾你陪你陪笑，笑得不好看，有病是吧？闭嘴，林香。我一直跟你说，你踩着火门就滑开了是吧？这里最不要脸的人就是你，你哪一次不是直接说你姐妹情深的戏码演够了没？这里全场只有你知道我妈要把顾里换掉，你刚刚怎么不说？我妈把顾里现在干什么不说？我的朋友大分傻东西，你心虚害怕？你少挑拨离间，你清白你无辜，你刚才台上怎么不说？现在拿了个戒指就装升级就伟大了吗？得了吧你，你和你妈那副嘴脸，咱说句实话。见不得光了私生子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顾家人啊？顾源，顾源，怎么能这么说顾总？他可是顾里的亲弟弟啊！你帮他说，你帮他说话干嘛？他长得好看，你舍不得。他长得好看，你舍不得啊？啊？你少把你美国那套给我拿回来。可不止我一个人瞒着你。哎呦，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？只有我一个人是什么？偏偏你的好姐妹，你的好弟弟，所有人都有事情瞒着你。你要怪全部人吗？全部人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你那臭脾气，就把事情搞得不可收场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，大家都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大家都没有错。没错，对，都没有错。大家都没有错。你别添乱。因为错的是你。顾里林香，你都被他给骗了。他早就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给公明了。什么？顾准，你说什么？你别太乱了，你为什么？因为顾明给了他钱。你别说了，顾准，你不了解南香。南香，你快告诉我们怎么回事。告诉我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钱。南香，南香，南香，南香。顾里，